哎，这个熊还把我补刀了。哎，这真马，我靠！算了，不管他了。那这边解约两个啊，又把修的东西给拿掉了。啊，解约三个，这波真不怪我啊。哎，我们发现工程也莫名其妙死这儿了。工程啊，其实千万不要一个人来啊，村庄去挖。村庄肯定是狼人的根据地。如果是两名狼的话，他们一定是比好人先到村庄的。那你去村庄，你别。